卖场货架上易包包问题面一一下架，因为这些全是新零食品和下游通路合作推出自有品牌的菠菜面，包括慈济的马尾菠菜面、大润发蔬菜面、顶好美联社蔬菜拉面、家乐福的家福菠菜面等等，加上原来出包的五款，总计问题商品多达14款。只要在美联社门市购买的，不管是五木拉面或者是有五木代工的美联社自有品牌的拉面，消费者都可以凭发票跟商品，对，没有发票凭商品也可以，然后在十二月底以前都可以来办理退货。其中慈济的马尾菠菜面是新林的代工大户，总计1844箱最多。我们在前天就全部下架了，全台各地的禁止书宣，还有各个这个贩售通路接受这个退换的。合作多年，如今爆出面里含有不能添加的铜叶绿素钠，下游通路喊冤枉，如今无条件开放民众退货外也考虑求偿。至于上游厂商新林则是接受调查，有可能遭到开罚，最高600万。 UDTV 林化吴登立台北报道。